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丽。我们现在在普洱，云南的普洱，在这个普洱大剧院驻车。我们等会儿要去那个腊科里的那个景区，20多公里，去帮朋友拿个东西。然后呢，顺便我们也去那边玩玩嘛，不是景区吗？现在去菜场买点菜，菜买好了呢就过去。接下来就是从普洱慢慢玩到西双版纳。好了吗，钱？嗯，这个是叫金曼集贸市场对吧？金曼集贸市场，好了吗？对，我调一下时间。陈老板在架机位，这就是我们每天的出发日常，各种机位的架起来，安全带系上。右转就到了。左转吧。这里两款是双破的还是？怎么找？声音能不能大一点？左转。对吗？嗯，到菜场了，现在去买点菜。今天天气稍微暖和那么一丢丢，没有特别冷。把车停在这边。戴上口罩。这个是小小南瓜，加南瓜花。它咋吃？要买点叶子菜吗？有一个能煮完吗？生吃的，来生吃的。买点这个梨，这个梨一看就很原始，很好吃的样子。好吃吗？甜不甜？甜，酸的，甜的。甜的。不，来一个嘛。哦，好。来点这个辣香肠回去试试看。刚好遇到加水的，这边在送水，我们去补给一点。陈师傅很认真的在看别人倒水。这上面可以停车吗？不可以啊。关不紧的，下车了，看一看有没有地方可以停车了。这个地方肯定不能停车了，因为刚才这个地方路太小了。我先把车停下来看一下，找个合适的停车位，然后再把车停进去。现在把车移到你刚刚看到那边去是吧？对，我刚才那个地方还不错，我问了老板能不能可以停。那我们去。有水吗？有电吗？嗯，根本要水有电了，我车水电够用啊。过于你问的接一点就好了，直接吃个饭就好了呗。我来吃饭应该不便宜。这里面要门票的吗？不要。不过这很好，很适合我们，很安静。很适合我们对吧？常待是吧？不，那很安静啊。哦，里面是吧？对啊。哇。晚上就在这个寨子里驻车了。嗯，这是客栈门口，跟他们商量过的，可以停的。这里是个好地方，山清水秀，而且这两天也不怎么冷了，我们应该可以多住两天，太舒服了，我喜欢。上车上车，冷啊。不错吧？啊，我喜欢。喜欢，晚上还有古桥。太棒了，这个地方太棒了，太棒了，我喜欢。我喜欢，这个时候房车的优势就出现了，太棒了。好了，
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。